那你可以遇水则发，谢谢。谢谢，真的是遇水则发。再来，上玲姐。大家好，我是为吴东明而折腰的退役立委选手裴萨林。同学的替身，这个难过吗？我觉得还蛮欢乐的。可以可以可以的，上一节什么都 OK 的 OK。没有，因为刚刚请我家小孩，所以大家满场都在听，大家等下离开时不要被惊醒。哦，我呼呼呼，麻烦保留上方位，不要停留哦，可以走到哦。推荐给你们身边的朋友，我们再继续加油。谢谢，恭喜我们，快乐，赞赞。今年还是要讲一下疗愈的感觉，你心中最宝贵的那句话。三二 action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这辈子啊，不用什么人，这个没有关系的。当地手势，摸摸。摸摸右边，右边的粉丝。粉丝也要，粉丝也要摸摸摸摸摸摸。好，再来，卡米拉，拜拜。可敌国的千金卡蜜拉，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到来外面这个风雨交加的午后，等下大家回家的时候可以走地下道搭捷运家去。然后今天是父亲节，所以在这边预祝呢，就是所有的父亲节快乐，希望大家可以带自己的爸爸一起去看这个电影，觉得里面也有很多跟亲情有关系的，然后也可以就是舒缓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《鬼才知道》，谢谢，谢谢，而且后天。今天这些东西也是白白东西的 Happy Birthday！ 一起说说生日快乐好不好？三二一，生日快乐好不好？三二一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有什么愿望吗？我希望《鬼才知道》在第一周就直接破亿。耶！第二个愿望，第三个愿望，同上。同上，同上，我今年只有这个愿望。破三亿以上，破三亿以上，一定的，一定可以的，相信大家，我绝对做得到的。好，谢谢拜拜，再来说说，各位好。不懂，为什么没有要传卖的意思啊？不过感情没有很好，没有。大家好，我是在剧中担任臭脸社畜的瘦瘦柯国龙。那《鬼才知道》当中，大家如果其实大家很多都看过了嘛，那个门票跟来的。就是王晶跟他的爸爸在里面有一段有点让人心碎的和解。那我觉得有时候父母的关爱，虽然他真的是很深很深的爱，但有时候也带来一些压力。所以我觉得，也许在父亲节这一天，带着你的爸爸来看《鬼才知道》，就是透过电影达成你们的一些沟通，就是也许他可以多多少少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年轻世代啊，有一些生活上或者是自我存在价值的纠结。谢谢，希望可以通过电影得到很好的亲子沟通。等等等等，那最后厉鬼经纪人都哥好好来推进，二刷三刷。对，今天看到的非常多首映广告已经有，应该有七刷了，然后八刷了，对 ，OK， 然后昨天上映了，今天是第二天，然后真的来看电影吧，外面没有什么好出去的嘛，就是去看电影吧，美女，对，没有，直接去电影院。好，周哥，今天这么多人，而且观众成绩那么好，你不比的那个时间谢谢大家。手势比出来，我先帮你收麦，麦先给我，来来，我是麦克风富翁。哎，三二一，你要 C 位啊！好，三二一，爱的实现有近有远，有满意吗？谢谢五位，谢谢陈冠霖、张龙、王静，拜拜，以及曾辉。好，那我们先给我鼓龙 ，OK， 等一下我们要来。